接下来呢，第二个我要讲的事情是，团队很重要。为什么？因为我们一个人呢，你这辈子的收入或是各方面的思想啊，是你周围最常相处的五个人的平均，同意吗？对，你周围是谁很重要。老鹰好，你放在鸡圈里面就变成鸡啊，你懂吗？它就不会飞了。你把自己放在哪里很重要。那我们的团队呢，就讲这一位。他本身呢是北京理工大学食品工程组的助理教授，哎，各位，北京大学的教授是你的团队的合作伙伴，你自己觉得你去哪找？台大医学癌症研究人员是你的合作伙伴，你去哪找？台积电工程师是你合作伙伴，你去哪找？对不对？这是我们的团队。同时呢，月加薪五位数以上，各位，你要在上班加薪500都很难，你知道吗？你要加薪5000，哎，各位，你去年加薪5000的，告诉我底薪，应该没有啊，是在这边是月加薪5位数，所以如果你在这样的环境，是不是你也觉得，哎，我每个月加薪一个5位数都是很合理的，很正常的事情。最棒的事情是呢，你要加薪的资源哦，都帮你做好了，120小时的电商实战班，每天的吸金5万模板，黄金成交流程，还有上千张啊的见证照跟限动资料库。一个价值超过100万的系统哦，最棒的事情是什么呢？便是我们合作的背景。哎，各位，一个地方怎么可以让这么多不同背景的人合作啊？设计师、物理治疗师、营养师、研究领域的妈妈、上班族、营业、餐饮业工程师，但你们公司啊，或者你的环境是不是都一样背景的人都会吵架了？哎，这边不同背景竟然不会吵架，哎，为什么？因为大家都是共好感恩，都是诚信正直。他说"共好感恩"哦，给大家看一下呢。我们呢去旅游的时候啊的一些影片。还活着吧，活下来的。我们中间有好好出现哦，我没有放弃。我已经没给你下水下海，我觉得他不会敢穿哎。然后就他竟然敢穿，然后竟然就是虽然说有下海，但是扒着那个样子不放。他刚才就是拿了一盘菜，然后跟妈妈说："啊，我们两个一起吃。"就说："啊，这个我们两个一人一半啦，这样你可以吃得到的。"对，因为他在我内心不是这么贴心的人。就是姐不敢下水啊，太惊人了，我连那个水都不行，泳池也是很怕，很特别。那个陈志英想要把我拖下海的那一瞬间啊，他想要把我脱离那个我的那个楼梯的那一瞬间，我超惊吓的。投了，还长得很可爱，就这样，坚持是对的。那还要带多更多新伙伴，再有钱赚到钱，然后一起来构思海外游，看到真正好的地方，因为有些东西很多就是这边才有的。单纯让我觉得，你可以用这个单纯去跟这个世界做接轨，跟认识这个世界。那你是一个很贴心跟很暖心的人，这样子，只是你没有发现你自己是这样的人。但是我觉得你的特质里跟你的内心里是有这一块的。也没想我管啊，就觉得他都现在已经很独立了啊。所以，我觉得这个是很好的。我觉得你跟另外一半去旅游是很简单的，但你要跟爸妈去旅游哈，这个是非常难的。所以这个只有海外游而已，就含免费的，然后你带你的家人去看世界，很好啊。在马尔代夫还可以抽21关，小不可惜。你会觉得在旅游中还要就是回复讯息啊，还要咨询啊，还要服务啊，还要组图啊，很麻烦吗？因为我边做的过程我就有收入啦，怎么会麻烦？超爽的啊，边玩还能有收入，不是吗？100分，觉得这个小富科先生群主要在太棒。无论你感谢你们很愿意包容我各种情绪，因为我就是一个情绪来得很快的、很突然的那种人。我觉得跟你们一起玩真的很好玩，也很放松的，是做我自己这样子，然后可以讲我想要的，也可以讲我不想要做的事情，这样子。官方说谢谢，这个真的太官谢谢方知了，音跟一这个太官方了。好，我不知道大家看完感觉怎么样哦。那我觉得，你去想嘛，你在一个行业里面。你赚了钱，你会不会想要帮助别人赚了钱，对不对？然后你会不会想回馈家人？然后甚至你在边旅游的时候，你就回本了，你知道吗？你边旅游等于是不用钱，在国外出了21关小复课金，回来哎，再出国一遍了，对不对？而且你可以做自己，你可以放胆做自己。很多时候我们在上班或者你在家里，你可能也很难做自己，在这边完全做你自己，并且越来越变自己的，让自己越来越好。最后你还可以看到家人的微笑。你看我妈这个。很真心的开心的笑容吧，哈、哦、，OK，好，所以呢，如果你身边人都是月入六七八位数，收入都超过另外一半的家庭主妇或主夫的话，并且都有共好感恩诚信正直的特质的话，你觉得你会不会也成为这样的人？那是不是也是非常好的事情哦？所以呢，可以怎么开始？